弟兄姊妹，你哋好。好。感謝神對我一個呼召，俾我有機會今晚嚟到恩堂基督會，同大家分享下我嘅見證。咁剛才阿方弟兄佢對我嘅嗰種嘅夸奖咧，实际上神之有睇啊！咁我其实咧，我只系一个好普通嘅一个爱好睇星嘅人啊！我冇受过天文专业嘅训练，我只系咧自己系一个爱好，可以讲话一个天文爱好者咧，系好沉迷睇星。咁就自细咧，大概我谂五岁，整到六岁到咧，就开始中意望星空。一路到今年七十幾歲，幾十年啦，七十年。咁啊，如果用普通嘅流行術語講咧，我係一個發燒友嚟嘅，天文發燒友。一發燒，發燒得幾十年啦，醫生都冇我扶噶啦，而家都。咁所以今晚咧，好大膽咁同大家講下普通即係咧同天文有關，以及我自己咧嘅信主啊嗰個歷程。我是好彩係咪能夠咧喺晚年嘅時候能夠認識到主耶穌基督，所以我覺得好似阿方生頭先佢都講，我係有責任咧如果有呼召有責任，我就應該同大家分享我自己所經歷嗰個星路歷程，我都可以講嚇。我今晚嘅準備咧，大概分兩個部分咧，大家分享一下。頭個部分咧，就係主要講下我信主嗰個經過。下一個部分咧，就透過啲天文圖片同大家分享一下宇宙裏邊嗰啲壯觀嘅景象。好似今晚咧，我個喉嚨有少少唔舒服，都講嘢把聲咧同以往咧可能變得些少。認識我朋友咧，可能覺得咦奇怪喎嚇。嗰把聲嗰啲唔多次嘅，我希望你哋原諒。就我今晚咧特別咧又感到好興奮咧，我竟然間喺處趁今晚呢個機會咧見到我四十年來未見過嘅。當年我喺香港龍井書院做事嘅時候咧，嗰班同學。竟然間咧，佢哋有啲遠道咧，喺第二個州坐飛機嚟到嘅，好感動。尤其是咧我係喺美國，佢哋喺美國，唔多唔少，好似近時啲人講，他鄉如故知啊，份內咧都親切，佢仲請我食飯添。我唔敢食咁飽，食得飽今晚我會眼瞓，講唔到嘢啊。咁所以咧，留翻啲肚，或者等間佢哋請我食宵夜都唔得。我時時咧就都要飲水，請大家原諒，因為咧我試過咧係有癌症，咁咧就做過治療之後咧，我個唾液腺破壞咗，我冇口水嘅，所以講唔講咧，我要講下嘢嚟飲水，希望大家包容啊。我自己咧，我係喺香港，大部分我相信都識聽廣東話，同埋我相信好多都係喺香港嚟，我係喺香港新界嘅出生。可以講我係新界香港嗰人啲人中意講嘅原居民或者國內或者台灣啲人講嘅原住民我喺香港咧，我雖然我係生於香港係咪，受教育於香港，做事喺香港，但係我屋企個家族咧喺香港居住咗咧，大概有八個世紀喺宋朝嘅時候，南宋咧一路住到依家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講咧，真係叫原居民。咁點解我提到呢一點咧？咁呢個同我天文咧有少少關係，係咪？咁就因為咧喺鄉下地方住咧，有機會俾我仰望星空，冇咁多高樓大廈，冇咁多燈光，晚上睇星方便，所以我自幼咧就開始中意睇星。咁而中意呢個星空咧，亦係咧係可以講得間接或者甚至直接引起我對主嘅仰慕，對上天啊嗰種嘅追求。對大自然的愛好而進入到這個對人生的宗教那種思想的追求。我生長在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屋企兄弟姊妹好多，咁啊屋企咧係一個好普通啊，因為我家父咧就係香港喺政府做一個普通嘅公務員，一般人知道係做嗰啲文員咧啊，香港嘅 clerk 呢個叫 clerk 係嘛，咁啊養咁多兄弟姊妹咧係唔容易啊，係咪？咁啊變咗咧生活物質條件唔係太豐富，絕對稱唔上係小康之家，但係好感謝神，我哋一生都無缺。温飽無缺，而且咧就生活都覺得唔錯。咁啊，而且咧我好僥倖，我有一雙好開明嘅雙親，雖然佢而家已經係過世，唔再喺度。但係我回顧我一生咧，我父母對教育係好重視。咁特別咧就我好多時佢知得到我係有咩需要咧，就設法子支持我、幫忙我。咁所以我有機會咧能夠學到天文。天文是全靠我自己自修自學，我沒有讀過天文學。但是呢剛才我講過呢，這是我一個終身的興趣，直至到今天。越地呢那個體溫越高，發燒的程度越犀利。因為為什麼呢？退休的時候時間自由嘛，沒有壓力，我喜歡讀多少讀多少，所以對我來說是很受益。好，這樣呢我幼稚園的階段和小學階段呢本來都是在一間基督教的學校讀，呢間都係一間好算做都係名校，但係當時咧，我回顧翻咧，喺學校裏邊咧冇乜機會，即係咧就聽福音。間學校咧雖然係基督教辦，但係冇咩宗教嘅氣氛，所以咧經過成個幼稚園同小學嘅過程咧，我唔能夠有機會真正咧係領受到即係咧。基督教嗰種嘅氣氛同神嘅愛，咁啊，直到我讀中學嘅時候咧，咁啊，我喺香港喇沙書院讀書，大家或者仲知道咧，喇沙書院係天主教，咁我一路讀到預科畢業，咁喺嗰幾年嘅時間咧，就所同宗教有關係咧，只係讀過一本書，就叫做《要理問答》係天主教。Catechism， 我哋嗰陣時，我哋個時代咧，係1940年到1950年初咧，係我喺度受教育嘅時間。嗰陣時天主教唔教聖經嘅，冇聖經讀嘅，所以我咧，直至到我退休前兩年，我自己開始慕道嘅時候咧，大家我講出嚟，大家或者會笑我嚇，唔好奇怪。我竟然間我唔知道聖經係有新約同舊約嘅，大家會好奇怪係咪？喺一間教會學校讀書，讀到一路讀到會考預科，竟然間未見過聖經而且咧到到我出嚟做事退休前兩年，都唔知道有新約同舊約。咁我自己咧就點解會有呢、即係接受神、接受主耶穌做我個人嘅救主咧？咁我一路咧就讀完書。出嚟之後咧，就事實上咧，我讀緊書嘅時候咧，我就因為我自己好愛好大自然咧，我父親咧，佢又曾經買過一個相機俾我，又買過一個雙筒嘅望遠鏡，咁變咗咧，我就好中意咧，一放假咁咧就自己一個人咧，就去啲郊外行，睇風景啊，影相啊，影蝴蝶啊咁啊，變咗咧，我對大自然咧，自細咧就有一種。好深嘅愛好，咁啊睇星空咧，就當然咧亦係在其中啦，係咪？咁但係咧呢一個咧，除咗係望到個大自然嗰種嘅美好同好欣賞之外咧，我係成日諗到人生嘅問題。人究竟即係我點解生喺世上咧？我係邊個嚟嘅咧？照住面鏡呢個係條興趣。究竟點解會喺度？點解我生喺呢個世界？當時我自己冇知解答亦同啲人講，人哋會笑我啊！所以成日喺個心裏邊，咁就一路咧都係開始諗呢一個問題啊！好多人而家就叫呢個叫 big question 啊！當時我唔知咩大定細咧，成日咧追求呢方面。咁我對基督教對天主教認識其實就好淺好淺。咁我喺喇沙讀書嘅時候咧，因為當時咧戰後咧。喇沙書院咧係好多外籍嘅學生，特別喺葡萄牙嗰啲就係西洋人，嗰啲 Portuguese 咧十居其九都係天主教嘅。咁我初初去讀書嘅時候咧，喺個班裏邊
只有兩個中國人，我同另外一個姓羅嘅同學，全部其他都係 Portuguese， 個個都係信天主教。學校每逢周日咧，又有一次咧，就去個教堂嘅 chapel 裏邊咧，就去即係做下彌撒。咁所以咧，見到個個都係天主教同學有洗禮，咁我自己咧又嗰陣時唔所認識嘅，其實就要你問答對我嚟講咧，我唔好咁興趣。咁啊，人哋見到洗禮，我真係蒙查查咁啊，做咗天主教徒咁就變咗咧，我一生即係洗咗禮之後咧，有一段好長時間咧，即係做一個哎呀嘅天主教徒啊，中意去聖堂，有陣時又唔去，認識又唔深。我仲要你問答一知半解，點解咧？因為個神父好惡嘅佢咧就用英文教嗰個意大利神父。咁我戰後咧啲英文程度好差咧識得少少。咁佢呢一堂咧就教咧就點樣教咧？只係讀輪轉讀完咁就一堂啦。第二堂就要背嘅，我連嗰啲字都唔識點解，佢點樣背咧唔識就白打。咁所以咧，我就有啲反感，所以我對宗教係唔感興趣。咁就但係咧，又因為我對人生嘅問題咧好向往，咁呢個問題成日係萦繞喺我腦裏邊。咁到喺呢個大學嘅時代咧，因為我係喺香港大學呢個文學院中文系，咁就係讀呢個美術考古，主要係呢個中國大西北嘅考古、絲綢之路嘅考古。咁啊，當時啲教授都係啲名教授，好出名啊！或者你聽過林養山教授，佢係一個考古學家，佢係外國人、英國人，佢係嗰啲教會喺中國山東啊，嗰啲傳教士嘅仔嚟嘅。佢講一口山東國語，不過上堂咧好難聽啊，因為國語正統國語都還好，講山東國語。咁啊，一年班嘅時候咧，上中國嗰啲經學史學咧，嗰啲老師咧一係寧波人，一係客家人，啲國語好流利。即係而家咧，我都想講多少普通話，但你叫我講咧，你實笑我，因為又有山東音，又有寧波音，又有客家音，又有香港嘅口音，好唔純正啊！咁所以今晚都係用廣東話講講啊。咁因為咧，我喺嗰幾年時間咧，咁就接觸到好多同中國交通、中西交通嘅歷史嘅史實、宗教來往、傳教、商業等等。特別喺考古方面，咁但咧，大家知道啦，絲綢之路雖然係當然差唔多同時期咧，景教啊，即係基督教入中國，佛教亦係入中國，咁但係影響中國咧，佛教深遠得多啦。咁所以嗰個時間咧，我喺大學嘅時間咧，就除咗係考古之外咧，就好用功，好多時間就擺喺咧就佛學係乜嘢咧？佛教係咩咧咁？咁啊，有好多年咧，我自己咧係課而自己追求佛學嘅思想。我唔係佛教徒，但我好感興趣。咁啊，甚至咧，我有三年嘅時間咧，我係食素嘅，食長齋。每朝咧，我就念一首《金剛經》，個袋裏邊咧經常袋住《波耶波羅蜜多心經》我唔係佛教徒，但我對於佛學好感興趣，因為咧佢係一種近為哲學咁樣。咁我成日點解我要咁樣對呢個有問題咧？咁即係又有興趣咧？因為我時時想將自己提升自己，做一個比較完美嘅人所以做一個完人。真善美點樣可以達到咧？因為我自細咧，我家父咧就好注重我嘅生活啊咁樣。每逢佢放工夜晚翻嚟食完飯咧，佢同我去啲花園嗰陣時我住喺九龍去大行街花墟散步吸新鮮空氣，順便咧佢時時教我做好人點樣咧要立志一個人，人同志不同成日講話咧，就最緊要咧就一個人咧要向好方面諗，做一個有用嘅公民。咁所以咧，我成日想話咧，要提升自己，做一個完美嘅人。但係苦無門路咁自己睇哲學嘅書，睇佛學嘅書，始終咧唔能夠將我自己點樣改變。我個法律時間都係好似同世俗嘅人冇乜分別。咁喺大學時代，因為第一年班要修呢個國學，同埋考政學、文字學、經學諸子百家，咁啊對老莊嘅學説又感興趣。咁又喺哲學方面咧，喺哲學嘅研究咧，又好似
前一排。啊，咁啊，對於孔門學説、大學中門嘅語，哇，非常好，覺得哇，真係教人做人唔錯喎。所以中國咧曾經有人講咧，佢話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你讀半部《論語》，唔使讀埋成部，你就可以分上齊家治國平天下，唔錯喎，係咪？又喺嗰度浸住啊好多年。咁我喺黃興教書嘅時候咧，就因為有機會教咗高翻。啊！嗰啲書目生啊，考大學係咪書目生？咁啊，要備課咧受益啊。對於咧要教中庸啊，要教啊呢個咧啊喺大學啊裏面嗰啲啊教易經啊，教尚書啊。咁變咗咧，對中國嘅文化同佛教嗰種關係，同老莊諸子百家關係咧，又花定好長時間。但係始終咧，自己唔能夠覺得有咩改變，回即係反省自己，回顧自己，都覺得好似平平無奇。都得唔到咩益處，即係有啲空虛嘅感覺。咁直至後來出嚟做事啦，唔知啊。咁啊，香港政府請我去設計太空館，咁我變咗咧，我就由教育界咧就轉向做藝術館嗰方面啦。咁啊，呢個係突如其來嘅消息，係咪？變咗咧就因為當時得我一個人去策劃，咁就好忙。因為咧，香港從來未試過有太空館，太空館就係啲天文博物館，香港未有係咪？咁我一個人咧負責去設計，咁啊日頭咧就工作非常之忙碌啦，只有一個行政官幫我，即係寫下嘢啊，我去出國考察啊，佢又幫我預備啲資料啊，或者同我買機票啊等等。咁我生活咧就成日都喺度離開一張紙一支筆諗計設計做嘢係咪？咁就。香港政府、香港嘅社會對我好好，係咪？咁啊，俾個好嘅地方我住，啊，一個好嘅職位，一個好嘅待遇。咁當時咧，因為我喺太空館做事咧，嗰陣時起緊啊，拆咗港九火車站，利用嗰度咧嚟起。咁咧，我就政府咧就喺附近咧揾個新世界中心啊，唔知你哋有冇唔記得啫？一間大酒店。咁佢喺度咧租咗大概十間咧嗰啲好好嘅 apartment。就幾啲高級公務員住嘅，啲高級公務員咧就喺嗰度住。咁我其中咧，我就喺嗰度住，咁啊好舒服啊。咁啊，每逢放工，當時都做到咧七點啊、八點先翻屋企食飯。我一個人嗰陣時，我啲兒女已經過咗嚟美國讀書，我太太都係喺美國當，我自己一個人喺度。咁啊，嗰個工人煮完飯整完嘢咧，咁就翻屋企一個人。晚晚咁見到香港個海岸啊！因為好靚，個廳太複雜嘅玻璃窗放住坐喺度，哇！嗰啲啲船咁經過，啊，對面喺香港中環灣仔啲霓燈咁靚，啊，即係好繁榮係咪？自己生活又唔錯係咪？咁啊有好嘅職位待遇又好，啲兒女個個讀書喺美國又好成就，都好成功係咪？咁太太又好好，不過本來咧人生都話叫做好，都算係好美滿啦，唔需要再有咩苛求。但係始終咧，覺得心靈好空虛，好空虛。每晚咧食完飯坐喺度咧，硬係好似欠咗啲嘢，唔知做乜。點解我有欠咧？硬係好似有啲嘢唔得滿足自己嘅咧咁。原來人咧真係咧，而家諗翻下咧，人啊就係、是、總係咧係喺靈性方面咧係有需要嘅，係咪啊？物質可以滿足我哋，物質永遠可以滿足。你追求得到呢樣啊？得籠啊，妄想得到籠吸，但係咧，你心靈咧，你填滿咧，你就個人啊，就係、是、一個好好大嘅一個遺憾咯，一個人生一個好大嘅啊一個缺點。咁我咧就由於覺得成日都咁苦悶都冇理由啊嚇，自己應該好滿足先係啦。咁咧就可能真係神對我一個呼召啦。呢、這個呼召咧，我自己當時我唔知嘅。我在瑪莎書院讀書的時候，因為咧對天主教認識不深，嗰啲神父又惡，嗰啲天主教其實咧就啊個心唔係真係中意。咁就但係咧，咁我點解我先可以點樣可以先解決自己呢啊嗰種嘅心靈上嗰種嘅追求咧？我唔知點解，我會想去買本聖經睇。我一生差唔多，我聽人講啲聖經，我就好反感。因為咧，我係好愛好自然科學啊，自己又係搞天文，
雖然我唔係係專業人士，但我從事工作係做天文，普及天文俾普羅大眾。香港搞天文館，喺香港大學教呢個校外課程天文班，教咗十一年，全部思想都係科學。對宗教就即係咧，對特別係聖經嗰種抗拒。點解我會買啲聖經咧？到今日我都唔能夠解釋。我係好反感呢種係啲迷信嘅書講耶穌，點解買翻嚟？咁啊，食完飯夜晚自己又睇，好靜，環境好靚，好舒適。喺燈之下咁睇，一睇咁我咧，因為我習慣讀書咧，可能咧我都係做科學工作，喜歡做嘢科學方法，梗係睇完目錄。作者係嘛？咁然之後咧就第一章、第二章你葉掃路咁睇落去。一開始睇創世記，一睇唔能夠接受啊，冚埋。但係第二晚咧，又講又需要睇又卷，係咪？係啊，又冚埋。咁啊，掩卷啊，即係不能再讀啦。經過咧大概成兩個禮拜多啲，仲係要睇，點解？就明明唔中意啊，都要睇，我唔能夠解釋啊，我唯有繼續睇啊，繼續睇，我一路睇咧，咁又弊喎，一路睇落去咧，啲文數記啊、生命記嗰啲咧，我覺得喂好悶啊呢啲係咪？雖然我自己咧係讀考古學啊，對於考古歷史啊感興趣，尤其是絲綢之路啊，經過中東，經過依家以色列啊，我對以色列人嘅歷史啊，我相當。我而家好感興趣，聖地考古我好感興趣啊！但係偏偏咧，你講到呢啲啊，睇到好悶，啲數字啊，啲人名咁啊，唉，我唔睇。咁但係咧，佢頭先講過，我唔能夠唔睇，晚晚都要片嘅。咁邊個俾你推動力嘅咧？啊，唔能夠解釋係咪自己？咁就好啦。咁就唯有點樣咧？有一晚，唉，唔好啦，片嚟睇下啦，唔好咁科學化嘅，慢慢逐漸睇啊。一片好似新藥嘅咁。一睇，哇！睇四福音，四個 gospel， 哦，原來咁樣嘅，當堂咧豁然開朗嘅位，睇到耶穌登山寶訓，好簡單啦，坐喺個石頭上面，咁啊同啲人講嘢，一睇先知道咧，哇！原來咧聖經係講呢啲嘢咁好嘅，我以前讀四書五經，特別先講《論語》《中庸》，大學真係教人做人啊，而家呢啲係咪經常講？讀佛經，自向自我一種嘅修行啊，修養啊，尤其香港好中意淨土宗係咪啊？唔錯啊嚇！但係咧，我係自己將自己改變，來來去去都係覺得一個好平庸嘅人。我成日想咧就即係好似我以前我家父咁，叫我做一個完美嘅人，我立志做個好人，做唔到。但係從聖經咧，一睇到耶穌登山寶訓，教人講嘅好簡單嘅道理。耶穌是一個牧養出身的嘛，係咪？點解孔子啊、佛陀都講唔到佢啲咁好嘅嘢咧？感興趣開始睇，開始越睇咧就越睇，咁變咗咧，我自己咧唔淨止話我中意啦，反而投入，喺度投降啊！呢本書對我好有用，因為我退休前兩年嗰時我工作好忙，嗰陣時咧我曾經有時期咧係除咗太空館咧，太空館未起好，我就開始要設計。科學館咧，後來我太忙就唔得啦。咁不過咧，政府仍然咧就要我後來再更咧上一層咧，要我負責管理四間博物館、歷史館、藝術館、太空館、科學館，再要兼埋咧香港公立30間，啲人好忙。咁翻到屋企睇書，我好疲倦，睇睇瞓著覺啲又係咪？咁但係我仍然都睇呢個咧，呢個力量咧唔係我自己嚟，真係聖經講得啱。是神呼召我，保罗都有咁讲，系咪啊？呢个咧系神俾嘅机会你，你唔好自己啊，轻易啊，呢个系咪啊？呢个咧系直头咧系上天呢个俾嘅机会啊！呢个咧我系相信，因为我自己回顾翻，我自己系讨厌圣经，我冇咁嘅兴趣，冇咁嘅耐性，你竟然跟佢继续咁读，咁呢个咧我觉得真系，而家回顾翻，好感恩，好开心。咁我做咗。基督徒讀聖經咧，我發覺我可以了解明白自己係一個咩人。原來我係一個咁普通、咁世俗嘅人，一樣犯罪，
小氣啦，係嘛？唔原諒人啦，係嘛？啊埋怨啦，哎呢啲通通啊，集於我一身。咁啊讀咗咁多年書，出嚟咁多樣嘢，又做到好似運都唔錯，點會係一個咁嘅人啊？啊聖經咧好似面鏡照到，我原來係一個極之普通一個世俗，甚至係一個有罪惡嘅人。我開始自己真係反省啦，但原來咧呢個係咁好嘅。咁但係嗰陣時我自己係冇道嘅喎，我又唔識得去禮拜堂，又冇人同我傾。咁啊直至到咧，因為我一路自己都睇聖經，因為冇人同我傾啊，我就買好多書啦，買好多咧就Bible Atlas, Bible History 啊，咁咧就啊嗰啲查經嘅書、熟靈書籍啊，睇好多，咁係覺得係有幫助。但係咧，我而家回顧翻呢個係舊嘅。咁啊，直至到咧，我喺1989年，咁我咧就因為我家母住喺英國，我年年咧我都過去探我媽媽。咁啊，我家母咧年紀好大，嗰陣時都有拜啲黨學書。咁咧就有位鄉親咧係基督徒，好有愛心，時時去探我媽媽，就勸我媽媽咧就啊，你信主啦。因為我出身係一個好中國傳統嘅家庭，唔係話係佛教，係傳統嘅信仰。第一次就係咩咧？拜祖先啦，係嘛？土地啦、做君啦呢啲啊，中國人差唔多呢個傳統信仰。我屋企就係咁樣，初一十五屋企拜神，過時過節裝香，係嘛？咁啊呢個咧好多年來都係咁樣。我媽媽咧竟然咧啊都肯去聽，都肯聽呢個啊同村嘅呢個姊妹同佢講福音。咁我去到啊，佢知道我又牧道緊，話嘿，不如你兩母子一齊受洗啦。我哋呢度有個教堂啊，咁啊我話都好喎，唔係我媽媽同唔同意都同意。個牧師咧就同我哋兩個洗禮啦。咁啊嗰我記得嗰日咧就好凍，又好大雨。咁咧個牧師就話啊咁樣啦。佢話：即係佢同我媽媽講，你咁年紀咁大，我媽媽都90歲。嗱，我咧就我諗我就198558歲嗰年。咁個牧師咧，佢講笑，佢話：哇！你兩個加埋150歲啊！就我做牧師咁多年咧，未試我同兩個一齊洗禮150歲嘅咩？話好開心。不過雖然嗰晚咧天色啊陰暗啊又落雨啊行雷咁，但係咧我哋兩家就喺嗰情況之下咧受洗。牧師話：你兩個年紀大啦，唔需要受浸。點水啊！咁啊，呢個咧就算係洗禮啦。咁我接受咗呢個受洗之後咧，咁我要知道要揾教堂啊嘛。翻到嚟美國，我唔識得邊個教堂。我哋住 Salinas， 我喺 Salinas 住，離開呢度60里左右，一個小鎮啊，75%係呢個西班牙裔嘅人啊，我西方人多，中國人好少，邊有教堂係咪？咁啊～周圍去想話揾唔到，咁咁啱咧，咁啊，同埋嗰一年我翻去美國之後冇幾耐咧，咁我內子咧，因為佢都係退休啦，係咪？咁嗰啲兒女啊，一早走曬，我哋退休過到嚟，係我1985年退休，嗰啲最細嘅仔都入咗大學，係咪？咁而家又係人世界兩路好靜，咁我內子咧就去一間 community college 咧，就學下燒陶瓷啊，都陶瓷。咁喺班裏邊咧有一班女仔。都成日咧就講下英文，講下日本文。咁佢諗住呢班都係啲日本女仔啦。咁突然間有日佢聽到咧，有人講話 Hong Kong， 咁佢好奇啊，即刻走去問：你哋邊個講 Hong Kong？ 咁佢就話：我啊。咁我話：你係咪香港人？係啊。咁啊，我嚟少開心。咁因為咁啱咧，仲有幾日就係感恩節啊。咁佢話：唉，咁啦，你有冇 family 喺度？冇啊。反而你嚟我屋企嚟食飯啦，感恩節咁。好啊，好啊。咁食飯嘅時候咧，咁啊呢位香港嚟嘅嚇呢位女士咧，咁但係佢嗰陣時20多歲，佢聽講話佢喺香港社會福利處做善用，咁啊佢啊禱告喎，咦？我話你係基督徒啊？係啊，咁啊，我都係啊。我話你有呢樣有冇教堂啊？有，再行過邊邊就有啦。咁啊，原來咧呢間中華嘅呢個聚會咧，就係借一間。就西人嘅浸會一個房呢度咧10分1咁大咧嚟聚會，咁啊梗係唔得明顯啦，所以我揾唔到有原因啦，我好歡喜啊！從嗰陣時開始咧，我去聚會啦，開始查經開始嘅，咁啊個靈命咧慢慢咁即係長進。到今日我靈命仲係好淺，所以今晚同大家係講下呢個信仰，或者咧就呢個同
清文有關，其實我好大膽，係嘛？講清文，我先覺得知道多少，但呢啲咧，我其實咧，我係冇乜資格。不過我頭先咧講咧，我都係有個責任啊，嚟咧就向大家做個交代。咁我受洗之後變咗正式基督徒，會有咩大個改變咧？有，肯定有。除咗咧，我未受洗前咧，我已經發現自己係一個好平庸嘅人啊。我自己讀咁多書出嚟做咁多年事，有啲兒女啊個個咁生性，讀書讀得好啊，太太咁好，咁只係一個認真庸俗嘅人啊。雖然係一個守法嘅公民，但係認真平平無奇。嗰面鏡笑到我，哇！原來你就係咁樣嘅，係咪？咁我咧就發覺咧，我要開始喺靈性方面咧，我要學長進啊，做一個更好更好嘅基督徒。咁啊，點樣咧咁？我開始發覺自己咧，我可以原諒人嘅，好容易原諒人哋，欣賞人哋，讚美人哋，包容人哋，幫助人哋。以前係唔係做唔到，做得到，但係咧唔容易，冇咁多。我做呢度之後咧，呢方面咧，我覺得有一個好明顯嘅改變，我自己感受到，唔係話自己啊稱讚自己啊，呢個我要真係向神講真嘅説話，我真係做到啊！點解真係咁好？即係好快樂嘅，唔會覺得係一種負累嘅。啊，幫人哋唔係一種負累，啊，自己付出唔係一種負累。呢個係一個大嘅人方面咧，真係咧，我向完美嘅追尋咧有一個進步啦。啊，當然今日我仍然都係好多方面大大小小都係一個罪人，但係我自己感覺到係比以前咧係有改善咗。咁就另外一方面咧，我喺1999年咧。醫生發現我有鼻咽癌，啲鼻咽癌通常一般人咧，特別中國人咧，一有癌症咧就宣布一個死刑啊，死線。咁但係咧好奇怪，咁我係未鼻咽癌之前咧，我喺我城市裏邊咧，就有一位女士咧，佢咧就好高學問嘅修養啊，有好多個學位，但係單身，佢年紀大概60歲度，佢又有另外一種癌症。佢一個人佢冇結婚，冇人照顧佢。咁我咧就同埋另外咧有一位教會嘅姊妹咧，就自己照顧佢，煮飯俾佢食啊，同佢買餸，同佢買藥啊，送佢醫院啊等等。咁就一路咧照顧到佢過世。啊，佢呢個人好堅強。啊，自己咧佢同個癌病搏鬥咗5年，先至過身。咁就佢過身嗰日咧，醫生打電話俾我：，你有癌病啊，證實 positive 啊。咁啱咧，我時去醫院照顧佢，翻到嚟佢過身，醫生話：，而家輪到你啦。咁啊，應該個心就好驚啦。啊，就係咧，我直至到今日，我印象好深，我非常平復，一啲擔心，一啲都驚都冇，真係又唔係假嘅。我自己咧覺得啊，真係好本事呢樣嘢。醫生話：，博士，我點解有咁嘅力量咧？這個唔係我自己咧。呢個又係咧，因為我做咗基督徒之後咧，我對於咧啲世俗嗰方面咧，就嘅要求冇以前咁樣，嗰種嘅 approach 咁樣，嗰種即係面對嘅人生觀咧，係開始有唔同。咁同時咧，當然亦有啲係現實環境幫助我呢個因素，因為當時咧我已經67歲，咁我咧就自己諗下喺我。一生裏面我的年代呢，我今年70幾歲，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亂，我仲住在香港那時候，通街餓死人，每日都見到無數人餓死的，在我家門口是遠人餓死的。那我們竟然間呢就都可以買一個屋企裡勉強都有糧食，可以一餐飯一餐粥，不用餓死，但營養不是好。咁所以咧，就我諗下，我哋嗰代咧，以前啲人冇咁長命，再加埋咧打仗嘅時候，嗰3年8個月，嗰營養缺乏咧，諗住我哋咧係大概都係50-60歲嘅啫，我即係我哋嘅壽命平均啊，當時嗱，依家香港嘅男性咧平均壽命咧70幾歲嘅，但係我哋嗰個時代，我哋嗰代嗰啲咧，我細個睇到嗰啲咧係大概係50歲到嘅啫，啲中國嘅男人嗱，我啲好多同鄉嘅我屋企親人好多都係50歲左右就過身，諗住。我咪頂多60歲，又頂多係咪？咁所以咧，我54歲退休，我就嚟美國因為我覺得我香港嘅事，我已經要我做嘅，我已經辦妥，我唔再等到55歲退休啦，54歲過到嚟。過到嚟咧，
佢就同神講啦，即係咧嗰時我係夢到階段啦，我同神講，我咧就我咧我能夠咧，你俾我喺加利福尼亞州陽光充沛、空氣清新嘅環境之下，安靜嘅一個小鎮，俾我再住多六年，有六十歲咧，依然已足，無遺憾啊！所以咧，我嗰陣時我有慢病嘅時候，六十七歲，我唔驚，我上天俾多咗我七年啦，已經係咪啊？我冇資格再妄求啊！再加埋諗一諗，係咪啊？我啲兒女，我啲入大學啊，啲大嘅咧讀研究院博士啊咁啊，出嚟做事，咁我唔需要再為啲兒女擔心，我可以離開就離開，係咪啊？咁再加埋咧，回顧自己一生咧。即係唔係話屋企家境唔係富有，但係出嚟做聖當年咧，生活無憂啊，好多事好即係好順利，好順利啊！咁啊，我喺教書嘅時間，我喺黃仁書十年，同好多學生一齊生活啊，感情非常好。咁所以咧，回顧一生咧，都係別無遺憾。咁所以去唔去咯，係咪？而且唔一定死噶嘛，啊！咁啊，我諗住多數都會死噶啦，因為癌症啊，係咪？咁啱我個朋友，我照顧佢嗰日就死咗，咁佢聽到醫生話我係，所以咧我就一啲都唔驚，好坦然啊！一個好坦然，因為真實嘅啊，咁點可以得到咁嘅力量咧？除咗係上天俾我支持我，我自己唔會有，絕對唔會啊！雖然我都唔係一個係好軟弱嘅人啊，即係喺對抗病啊呢方面。但係始終咧，我今時我自己係冇呢種咁嘅勇氣，少之太然。我諗個醫生聽到我反應咧都有啲奇怪，係咪？咁我接受治療，好辛苦，因為咧醫生咧初時話我，你第一期，後來照 MRI 咧，你第四期，你又要開個窿啊呢度啊，又要倒食物落去啊，同埋咧你要雙管齊下，放射療化療一齊做，take aggressive treatment， 咁先接受啊。咁啊，但係咧係好辛苦，肉體好辛苦，但我精神咧就唔痛苦，點解咧？我知得到啦，我可能即係壽數已盡啊，聖經講啊嘛，係嘛？年壽有時啊嘛，係嘛？因為咧生有時死有時，可能輪到咯，咪去咯，係咪啊？尤其是咧，我細個讀小學嘅時候咧，我啲家姐咧讀英文書院咧，就教我唱歌，曾經一首歌我好記得，就唔係話係嗰啲聖樂聖歌嚟。就係咧，係美國一首民歌，叫做《Old Black Joe》，係呢個 Stephen Foster 作。Stephen Foster 作好多啲民歌，好出名，係咪？咁啱咧，我係叫 Joe 啊。雖然我唔係 Black 啊，係咪？但黑地啊，喺上邊人真係好多人以為我菲律賓人嚟嘅，因為我黑啊嘛。咁啊，《Old Black Joe》佢裏邊咧啲歌詞咧，真係好。我一聽，我一諗翻我細個唱咗歌詞咧，《Old Black Joe》咧，佢話聽到歌啊，叫佢翻去嘛。佢話佢句嘢啦 ，I am coming， 你叫我翻去啦，好樂意接受。而家咪輪到我啦，即係我喺醫院咧，肉體上好痛苦，因為我唔知在座都有聞説過鼻咽癌啊，同埋啲治療過程啦，嗰啲放射喺曬頭部啊，呢度有啲醫生，我啲學生做醫生啊，我記得你可以講下先係嘛？我自己感受好痛苦，又化療啊，化療啊，仲傷啦，係咪？企都企唔到啊，唔可以企嘅，係嘛？我瘦咗大概30磅。你可以想象我唔係一個強壯嘅人，就30磅你可以想象啦。咁但係我精神咧，一啲處之泰然。咁呢啲力量咧係真實嘅。咁我唔係因為咧咁樣迷信耶穌，所以有啲人咧後來知道我係基督徒。你梗係有咩發生咩大事啊？你先信耶穌啦，唔係喎。我受洗之後10年，我先有鼻咽癌。我1989年受洗，1989年係鼻咽癌啦。有啲人話：你梗係事業。唔愉快咧，唔係喎，我香港做啲事業好好啊，係咪？香港嘅城市好信賴我，俾咗好大機會我，要設計咁多嘢，咁啊又有咁多學生嚇，有咁多高足彩度，我覺得好榮幸，同埋咧 feel proud 係咪？唔係我叻，佢哋叻啊，幾個 Stanford 教授坐喺度係咪？咁啊，咁所以咧就我咧能夠咧好樂意接受，所以咧我做呢條之後咧兩方面。兩大方面，我可以好簡單講就係，我個人隨和咗好多，變咗。我以前唔係一個守規矩嘅人，啲同事好中意我。但我發覺，如果我當年係基督徒咧，我會做得更好啊！但太遲咧，已經係咪？
咁就同埋咧，我對人生嘅壽命啊，對人啊啊，即係咧就啊一切物質嘅享受咧，對我嚟講唔係睇得咁重。咁如果我唔係基督徒咧，我唔會啊有咁坦然嘅一個人生觀。呢個係我咧係好啊能夠啊受益得到呢方面嘅。咁我做基督徒之後啊，我事前頭先講咧買屬靈書籍睇。咁啊，有一年咧，我病好咗之後咧，我每次翻香港，我每年都翻香港嘅，因為咧香港政府咧而家仲揾我做香港政府嘅顧問啊，翻去每年都翻去開會。我翻香港咧，我最大興趣咧同佢開會就係書局買書啊，入邊咧喺熟齡書局啊揾啲啊熟齡嘅書。咁有一次咧，令我揾到咧林宇堂教授寫嘅呢個《信仰之旅》啊，佢係英文本啊，但係咧我買本係中文嘅。呢本書我相信在座中有人睇過。林宇堂先生當然咧係一個大學問家、大思想家，係咪？咁啊，佢個名已經吸引啦，再加埋信仰之旅，哇！叫我買嚟睇，翻嚟睇啊，原來咧林宇堂先生佢信仰嘅經歷咧，好多方面同我相同。嗱，我當然咧，我唔敢同林堂先生相比，我冇資格，佢係大學問家，哥倫比亞大學啊博士又做教授，咁寫咁多書，著作等身。但是呢他的信仰的歷程呢是很多方面的同我是幾乎一樣的。唯一是不同的是什麼呢？當然他是一個很出名的人，他是大學文家。除此之外呢，他是基督教家庭出身，他爸爸是牧師來的。但是他總言他不接受不信。他從儒家入手，又、就是讀這個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啊，咁啊跟住呢他又入老莊哲學。諸子百家，敬子子啊，係咪？再後來咧，研究佛學，對佛學好感興趣，善學。最後到晚年啦，走翻，始終係走翻基督教。佢最後接受基督教，直到死。我咧差唔多係咁啊，我一樣佢嗰路線啊。我唔係以林宇堂嚟抬高自己，點啊？咁貪錢係咪？林宇堂先生一個咁有學問嘅人，年紀比我大，經驗比我深。越細俾我心，佢咁行，我就係咁樣行，我唔係跟佢，我唔跟巧合，我覺得或者自己都冇行錯路嘅。即到今日，我係成個基督徒，我完全係唔淨止話係無悔，我一心一意，我係全心係將自己擺上，將自己咧係一個信服嘅心，希望咧我能夠啊，我相信我唔使幾耐咧嚇，我就會翻天家。啊，主咧就會。我希望他讓我能夠離開世界的神光明，很光明地見主面，見完就足了。好吧，咁啊，透過大家知道一下我信仰嗰個歷程咧，我而家咧就將我對天文嗰種感受咧，同大家講下。咁啊，天文感受咧就唔係話咧，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咁多關於信仰嘅問題，當然有啲係有關係啦。咁因為我太過好天文，咁由於咧我好天文咧。天文間接甚至直接亦係影響我追求宗教，原因點解咧？我每逢咧夜晚睇星啊，我尤其是年輕嘅時候，個天空唔好似咁啊，唔係好似細啲人唔係好神星咁，咁多燈光睇唔到星，就算好天都睇唔到星嘅，係咪？以前我喺香港，冇話新界，就喺城市抬頭就係星，去到新界直頭係哇咁靚嘅星空，山灘山尾。咁我每逢睇星咧。有時用望遠鏡啊，或者攝影啊，做到背咧，我坐喺度休息，哇！呢個宇宙究竟係點嘅？係邊個做咧？邊個創造？咩時有咧？啊！究竟咧，我而家睇緊頭先啱睇緊嗰個 galaxy， 哇！又話幾多十萬光年，幾多百萬光年咁遠？我仲唔知有冇人嘅嚇？唔知有冇睇緊我咧？嗰度啲人啊，有好多啲咁好奇嘅問題啊，引起我嘅興趣。咁由於咁樣咧，我就從天文學咧進入。甚至一個哲學嘅境界，哲學境界就係一個宗教嘅境界。所以咧，我成日係追求啊呢一個咧一個 big question。而家咧，我相信咧，我都係已經走咗條路線咧，係我追求多年嘅咧，已經係到達咗啦。